这个今仔日咱伫三宝内底合欢吼，将来都是为着成佛，这个是究竟圆满的一个目标安尼。所以一定爱三分呢，爱专一，专这个业色，可以成为清净。哦，因为业色就是对着轮回主因嘛。哦，那么这个较佛法唯识下来，这一句叫做专色成地安尼。但是你若会当转世成地哦，可以当得到清净的一个功德成就，这个是必定的，唯有安尼，其他无办法。哦，所以咱有甲咱讲过，以有老的这个恶业还是善业，这种拢是无理想的。哦，那么这个清净功德的成就到底是有啊无？那么这个咱就根据这个阿含经内底有透露一点啊，这个个信息出来。因为这个来的是啥呢？讲啥佛弟子来的一个，这个叫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伊知影讲佛陀灭已经无偌久会涅槃嘛，所以伊就甲佛陀讲，这个在这个大弟子的中间，一定爱先比佛陀较早涅槃，所以伊就讲伊要等于故乡，倘若来离世啊。但是当伊回转去到故乡的时阵，要入涅槃咯。伊的地主一个叫做金提沙弥，吼、哦，伊涅槃了后，他自从伊的身躯改灰化，灰化了，自从这个舍利就讲啥物呢？就是讲这个舍利佛的一个骨灰，改带来见佛安尼。但是这个金提沙弥呢，伊是非常的这个悲伤，佛就问伊啦，讲金提。恁回想已经入灭啦，就是讲恁师父已经入灭，伊个无老的界定功德，吼、哦，含迄个深广的智慧哦，拢总是过去，但是有无去有无安尼，吼、哦，都拢总成为过去，恁来甲当作过去啊，拢无去啊，是毋是安尼？伊讲无啊，无过去啊，吼、哦。那么既然这个生死的苦已经灭去，一切的清净功德都无过去，也无消失，那么你是去靠什么安尼？这个时阵的金提卡准无好，不过金提会好的观念就是讲那种疏导的一种情啦，不过是无解对啊，这是无解对安尼。伊看到这个生命当作生命，这个有形的这个生命当作生命嘛。所以咱今仔要继续讲啊，是讲这个内容内底都含着大乘的一个涅槃内底具足功德的一个见地完全受相。哦，因为这个是用念经义来甲伊讲的，就是注重界定慧这个功德的一种分修哦。所以咱唔怕讲今仔日佛弟子，你若未向了解讲这个三无六合安怎样修。你一世人浪费，就是你建立偌大，哦，你这个功德，那么你含未来解脱一点仔相关都无哦。所以这个爱注重到这个界定慧，这个功德分修，啊，转到这个念，念念就是有漏的这个业识，会成为清净，就是一定爱注重众生中的这有漏，这业识拢总该净化，哦，可以消散净化了。可以当固着一切功德，就是显露迄个咱人的发性内底一种真自然的，安尼较有可能成佛。所以今仔日诸位，你若是讲无落实这代志，啊，你无去追求，吼、哦、啊妄想，吼、哦、安尼你阁无用一世人，到底你着爱回头想看卖啊？看你个无用，为着啥物个无用啊？吼、哦，那安尼呢，诸位？你一生的劳苦白费，安尼当然你就无成分、无解脱的可能。所以你若会当具足清净一切功德，安尼尽未来这个度众生哦，你就自然就是讲成佛了后，搁在未来不住涅槃，会当搁在尽未来这大无量众生。那么这个就是会当随感复现，现身说法，哈、哦。这个就是未来成就佛正大涅槃，啊，搁在不住涅槃，安尼处处随机应现安尼。但是对于这个佛果的大涅槃内底咧，注意你唔通用家己想的，爱注意一点。
这不是你自己想的那种问题、哦、因为我们自己想的和涅槃、哦、和那个涅槃的实际永远无相应，所以千万不能说、啊、我怎么做就对，不是这样想，因为这个是你的意识来的用经验说出来，所以这个专一的佛涅槃、哦、就是以大菩提为本、哦啊、贴近那个无我的发生、哦、这个要注意，所以这个内容里面是佛陀平等相用相入，具足到一切功德的这个佛涅槃，一定要贴近那个无我。所以你若自己想、啊、你就这样做黑白做黑白母呢，诸位你不但自害也害一切众生、哦、因为贴近无我那个是无分别，所以呢从这个对立的这个矛盾来对立它、哦、是有痛苦的，你要注意这点，有对立有这个五执的这个问题是 有这个相对的问题，有我就有他，这个将来是有痛苦，因为它以我自业啊，自业就是心产生心的生命的痛苦、哦、这个就是跟我们睡眠到这个这段、哦、专念见依说啊，现在来欲迷我依说，这个念见和迷我应该是差不多类似，但是法义上一定要讲清楚，比如说人若迷就念嘛，人若我就见、哦、所以这个有一个分别，小可分别，但是法义上有类似这样、哦、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所在再来了解一下，如果欲迷我这样来说，因为佛一个说法的中间有无量的这个显卡，那么无量的显卡现在要注意一点哈，那么这个佛的无量显卡方便法啦，为了要适应众生，所以佛陀有另外一种的方便法，方便说，那么这个方便说用迷跟我这样来解说，由迷我来转意哦、所以这个意是指法性来讲的，比如说我们人有一个叫做真如，改名叫做真如、哦、那么这个真如里面这个真不是假，就当然它是相应法，是相对法，是说真就有假嘛，但是这个真应该叫做非假，但是这个真字呢就是说绝对法的这个不二法，这个就是一切法的法空性，这样但是一切法的法空性哦，诸位，无论是这个相，还是讲事，事事物物的这个实相，就是迄个法空性。但是众生为什么会轮回生死？原因就是对这，就是因为伊无悟这个法性，无体会到这个法性，所以颠倒妄执，他的造业受苦。但是如果你若要修持，在五境的这个发现，你愿意要修五境发现，安尼你就会当解脱。所以这个法字，这个发现内底叫做不二法，不二法所以以空为性安尼。但是以空为性，这个空性爱知影哈，就是讲伫这个圣人并无增加，伫这个凡夫并无减少。哦，伫一切法皆能度现，因为一切法无那是依法空性。而有依法空性而灭，所以今来对心经较讲安尼嘛，讲诸法空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甲不增不减。那么这个不垢不净不生不灭，这个是啥呢？就是这个诸法的空性，诸法有生灭，但是空性无生灭。哦，这点爱了解，比如讲今仔日。一切法当然有这个因缘所生嘛，伊有生，啊，都成住坏空，有生成异变。不过伊的基本功能就是法空性，不过法空性伊无生也无灭安尼，哦，伊本来就安尼啊。不过你爱了解，从无始以来哦，众生从无始以来就是有无明到有我见，啊，个不净的这个因素，啊，迷蒙伫这个法性里。这个在亲像啥？亲像这个乌云大地空中消散，哦，乌云大地空中呢，当然迄个晴空看未到，是乌云杂掉的嘛。所以今仔日爱了解哦，哈、哦，安怎样呢？
虽然众生迷，啊有杂念，唔过一切的众生即个本性，本来原在是清净性安尼。因为空性就是清净性，就是光明性。但是伊的内心内底迄个光明性哦，本来具足一切功德，所以咱有不时可能讲过，伊本来就有具足三明四谛五眼六通。哦，这个都是不时可能讲过啊。哦，这个呢，一般人拢有觉得讲生死的轮转中，一般的人啊，都是有一个真相本性的自我安尼。但是今仔日迷的人有我，有这个五执，哦，但是我的人哦，开始解脱安尼。这个有那是阿个这个我，因为伊执着这个我。但是现在呢，讲，咱就现在来讲，众生虽然迷哦，但是有一个相住不变的真相，哦。那么这个物件是伊无变，佮无失去哦。这个空性来，这无变无失。那么这个呢，对有，哦，安怎讲呢？譬如讲有一种人，那个讲着无我，伊会惊嘛，哦，伊会惊，等于了判定于无我。所以安尼佛陀甲讲，讲众生有一个发空性，有一个发空性了后呢，有可以有一个咱人的这个发空性，所以容易开来接受。这佛陀在世时阵呢，有话多对佛陀讲安尼，讲世尊，你的教法吼，什么都好，但是敢那一点点啊，我感觉未解满意，安怎未解满意？你讲无我咧，这我感觉非常可怕，哦。那么有七点我是无法，我无法度他跟你接受安尼。所以佛陀他讲安尼，讲我，哦，亦说有我。这个我是有那佛陀有那个讲，有啊，众生有一个我，所以众生较注重这个我，佮专叫做众生有一个叫做如来藏的我安尼。但是这个外道界问的人听到，伊较欢喜信受。那么这内容内底人呢，对对来了解的讲，照这楞伽经讲呢，就是因为众生为无我故，为着要了应众生，哦。啊，甲这个外道，所以伊较方便说，讲众生有如来藏安尼，较方便讲起到这个众生有啊，开无我，就是众生有一个如来藏啊，哦，所以是安尼来教点呢，诸位。那么这个如来藏，安尼众生就相信了，啊，甲外道就相信，所以众生那未去到这个如来藏。就是失去的这个如来藏的一种的问题啊，还是讲受蒙蔽如来藏，安尼众生就受无量苦。但是众生如果能当体证如来藏的这个空性，用空性甲当作如来藏呢，安尼悟这个如来藏，安尼就会当得到涅槃。哦，即马安尼来讲讲咧到点呢，这个外道也好啦，还是讲这个。咱这个个凡夫也好呢，伊就讲安尼众生啊，个一个自性叫做如来藏，哦，啊，这个如来藏是相住不变，如来藏本来就具足一切清净功德，安尼来到地就圆满显露出来。那么这个话，咱今麦去甲咱说明，因为这个为者不可能的为实相，这个如来藏就是无始以来咱人的佛性。哦，所以用一个干扰这个名相来讲，讲佛性就是如来藏，哦。但是这个如来藏受着希望的分别色蒙蔽，蒙蔽了，这个怎像乌云大虚空？乌云大虚空，那个清净的虚空就看不到。但是今仔日咱这个如来藏，你若从这个清净的。哦，从这个业识改转清净了后，那么这个如来藏现象，那么众生就实在会当得到涅槃解脱。哦，这个就是在这个名相方面啊，佛法伊较用到这个方便法来讲出来。所以如来藏是相住，但是如来藏那是依佛法讲，伊就是会当甲咱变现。所以这个如来藏内底有无量的功能，所以你众生做什么业，伊甲你变什么境，
哦，啊，如来中伊个本性就是清净的，哦，伊就是最圆满。但是你若是甲清净后，就是讲迄个蒙蔽即个业识甲清净后，那么当然伊就会当显露出来。但是即个内容哦，即、這个有如来中即个内容，伫中国佛教界，伊是特别重视即个方便论。今日李宗盛要家直接讲即个大乘的空理，迄、那个无生无生无灭，哦，迄、那个讲叫做参照去读的迄个心经来对应，迄、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即个当然是众生较歹去接受，哦。但是较最今日佛教界较重视即个方便说，哦，啊大大来弘扬众生有一个叫做如来藏安呢。但是呢，哦，如果你若忽略佛陀佮讲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意义到底一重点伫对一只，你干那该坚持一个讲有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叫做我，安尼这个难免会类似含外道有一个灵魂的这个睡眠，有一个灵魂，有一个神的我，安尼这种，安尼一个在事实讲呢，安尼嘛是真大的一个不足安尼，哦，这点一定要真注意哦。可是呢，今仔日要会当达到这个空，一切诸法本空，这个空寂的一个水平，那是无落实证无生法的人，当然你显扬未出来，所以不得已他求处求基础，把众生讲有一个如来藏啊，哦，但是唔通一定要注意，你家己本身的一个境界要落实诸法本空，一定要知影，哦，啊，那是如果你唔知影这个呢？那么这个就是还没达到究竟，你的执法里还没达到究竟，但是你为了要度众生哦，会记住哈，你本身还要这个依照这个第二个赞助，就是说众生有一个佛性，啊，这个佛性就是如来藏安呢，这个就是等于行有方便啊。其实如来藏不是别行哦，那要照讲，如来藏不是别行，是什么？就是这个法空性的另外一种别名。啊，你若要甲讲诸法法空性，这个是较歹讲。你讲有一个如来藏是较好讲。所以今仔日说法的人，还是讲修行学法的人，一定要通过无我的如来之藏，安尼才会当来离一切烦恼得到解脱。哦，安怎讲呢？即句若是要用唯识学来甲讲，就亲像参照讲安尼。你今仔日一定爱从这个杂念，无论是善法的经济，还是恶法的经济，拢总消毒，哦，拢总消毒哦。迄、那个消毒后，而且从如来中清净，安尼你才会当真正解脱。那无的话，绝对袂当解脱。好、哦，你去做偌大，做几万世，你都袂当解脱，因为这个和解脱无相关。哦，但是咱今要跟咱讲，用法空性来甲讲。这个法空性，在这个凡夫甲圣人内底，伊无任何一个差别哈，真一定要注意，因为这个法空性，伊这个本性本来是清净，清净所以较用虚空，伊这个性本净，安尼讲一样。所以呢，这个古代就对这个经典内底一个发扬，所以较用这个法空性以虚空为性。安尼来说明来度众生哦，哦，所以这个那是在众生位内底叫做烦恼，哦，伊内底有我闻的这个妄别，所以众生含这个佛陀，伊并无差别，但是这个名相佛陀有哪有甲咱讲，哦，讲什么话呢？这个咱有哪来了解？众生的如来藏唔着妄别哈，妄别。所以众生它叫做啥呢？叫做在地的如来。哦，叫做在地的如来。哦，那么佛尊在物件拢总清净啊，所以佛陀它叫做圣人佛陀啊，它叫做出地的如来安尼。出地如来。为什么在地如来跟出地如来？因为这个地就是颠倒啊，哦，颠倒。众生有这个业识，就受到这个业识影响，六道生死不断嘛，这个叫做地嘛，哦。
所以这个里面另外一个法语叫做干。但是佛陀已经清净了，佛陀清净也如来中变现变虚空啊，所以佛陀它叫做出离的如来。所以照说这个如来齁，在圣人并无增加，在凡夫并无减少，只是问题出在啥呢？出在这个念经甲迷悟安尼，所以迷者众生，悟者为分嘛。吼、哦，所以悟，所以悟甲迷，悟就是悟如来的体性本自清净，吼、哦，本来无一物，这个问题哦。那么那是今仔日，那是迷，就是受到这个业识蒙蔽了，叫做再造业嘛。看到世间的一切法当作真呢。所以这个就一定要了解，偏偏是凡夫，偏偏是圣人，凡夫甲圣人同一体性，就是出在迷悟，所以有迷悟，它变成念甲净嘛，悟为净，迷为念安尼。所以伫这个所在，甲分别到这个凡夫甲圣人安尼。所以这个众生为内底，这个叫做烦恼，因为有我温心的一个报心所蒙蔽。所以咱众生的这个我温吼，我温就是有关到这个色。修修行性，由这个身躯啊，接到这个身躯，加生出各种的感受，啊，加受想行识不断的一种造业安尼，哦，啊，既然不断的造业，这个就是凡夫习，不论是善业恶业，拢是以我见做主。安尼当然，咱人迄个如来中的体性也袂当显露。那么，这个如来中的体性袂当显露，等于明净的一个虚空。吼、哦，起乎乌云解遮咧，共一个意思。但是今仔日呢，菩萨因为知影这个道理嘛，所以就发心修行啊。那么就是讲，咱诸位，你若彻底深入经藏，吼、哦，只是你本身无彻底深入经藏，你有一个好因呢，受到一个正知见，还是一个善知识的一个法师，把你说明的这个如来经教，的一个正法义内底，你有哪爱发心修行？但是发心修行，咱头前有甲咱讲过，唔是以自我解脱为主，吼、哦，就是要修菩萨道啊。发心，亲像菩萨发心修行，那么根据着这个戒定慧，渐渐来改转化。那么转化呢，是按照转化，当然是转这个色性地嘛。转色性地，讲注重这个如来中内底这个业色，改转化于清净。那是转了有清净了后哦，吼、哦，安尼当然你就转未成哦，所以即句话，阿吉讲安尼嘛，转未成哦，欲未我意来讲，那么转未就是从这个念法可以清净，哦，即句话就是安尼说明，爱足注意，你若是今仔日未向转，盲目来妄修，安尼当然你未向转，你嘛是冤在未。一定要了解，所以你就不能说随你的意思说将来你要解脱，所以你如果可以转未成哦，这样真像一阵风啦。怎么说呢？自从这个乌云给吹乌散，这样那这样呢，你就可以显露那个亲像净空万里无云啦。啊，不但万里无云，因为这个净空里面又骗一切虚空里面，是不是安尼？因为魂已经散了，魂已经散，迄、那个净空辟落拢显露出来。哦，万里无魂，万里天，这就一句安尼。但是即马注意啦，吼，注意一下。即马这个是给讲大乘菩萨道哦，等于铺魂散了后，你显露迄个纯净的一种净空。哦，注意。你今仔日甲根据着这个佛法，成就个人解脱了后，佮佮再来以菩萨的这个心境，佮再来教众生来转安尼，哦，安尼你就十足的正确哦。但是你如果那是集个人的这种小法内底一个见解，啊，你当作安尼家己想的家己对，啊，你就要乌白母，你本身对了。你搁在海无量众生对了，安尼就是唔是佛法内底一个正确，一个个正知正见，一个正法，嘛唔是一种佛道的本意哦。吼、哦，啊你若会当落实，咱话搁再讲倒转来，
落实到这个戒定慧，啊个落实到这个六波罗蜜的一个本意，吼、哦，啊个这个数量，但是数量爱作注意哦，就是你有透过到这个佛法的六波罗蜜的一个智慧了，它有一个真真正正布施、爱意、利行、动事的一个正确性。那无你虽然讲得真慈悲，可是因为众生无知的中间受到你的慈悲摧，吼、哦，感觉真殊胜，阿得来妄想，这个就是五众生，吼、哦，爱作注意一点。所以重点就是以戒定慧成就法界，成就法界呢，他会当以个人的这个如来中显露的一个法界，因为法界就是空性。就是叫做空慧，这个应该是同一体性，吼、哦，安尼你本身达到究竟，所以他用到这个究竟的这个法来现方便度一切众生安尼。啊，那无你是执消我，而一个主点当作家己想家己对的安尼，会害到真侪众生，所以安尼你本身未当达到究竟的圆满，但是佫害无量众生佫在重新轮回对了。所以今天无论是自修、哦、你一定要现代诚心，但是法义要健康、哦、无论大众生也好，你有大乘空理的一种觉性，你才来以方便说来大众生，有哪要鼓励众生例行这个六波罗蜜和这个数量，不是一个简单讲用金钱来出，出金钱来去尽责尽灾，这样叫做大众生，不是这样哦，这点呢，就要注意。所以这个究竟的涅槃，这个机在三，这个合乎三秒多到这做一个这段结束。但是下面，哦，我今麦搁甲注意，搁再重新提醒哈、啊，重新提醒。因为后边这个涅槃的深究内底哈，第一一定要温苦应食，就是这个五蕴所造成的一个苦业，爱永远知识，哦，安尼开始涅槃。第二呢，就是讲就是咱人的信心。要安怎样转这个涅槃、哦、所以心内底人伊才较分一个欲境、欲体境的这个现实一味说，啊，甲修持的这个闭关，因为今仔日体境诸法的实相，这个在二乘的圣人有哪完全安尼？可是大乘菩萨道内底，伊搁在继续大修闭关，所以度无量众生，这个是二乘甲大乘的一个差别，哦。但是这个第二段这个信心转来讲，因为咱众生有念，因为念就是讲这个众生的念念，但是要安怎样转好清净，有这段的说明。不再来呢，要会当转念清净，就一定爱有这个转迷心哦。哦，所以今仔日呢，一定爱入法。如果那是无入法的话，你要转迷心哦，啊转念清净，这个是无可能，因为咱众生个个。该是在地的如来，哦，啊，既然是在地的如来，当然你若无转变心哦，转念生成，你袂当成为出地的如来安尼，哦，所以伫这个自转了后，甲教众生转，你家己本身都无转，你要教众生转是无可能，哦，那么你本身都袂当成为出地如来，当然众生受你教，伊嘛无可能作为出地如来，哦，所以这个就是基本。合乎三秒的结论，啊，讲到这，但是到尾，伊这个所在有个有一个啥呢？有一个叫做结算。那么这个结算，咱就来作为一个今仔日这个法义上到这做一个结束安尼。那么这内容内底，佮讲安尼讲生死，就是讲六道轮回的这个生死各种的这个变化，生生灭灭了，所以讲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安尼。但是这个大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对对来，是安怎靠这个生死中的这个轮回，吼、哦、苦乐，吼、哦、善道恶道，这个就是因为五执来，吼、哦、五执会做善业，会做恶业嘛，所以呢，要了生死哦，咱若要了了脱生死，必定需要有这个空，吼、哦、啊去掉的这个五根，空气五根。就是从这个五根的这个脉节破掉了，吼、哦，但是无我，它会当不相障碍，因为有我就有障碍，因为五执会造业，
较有生死。但是如果去掉五执，因为众生有这个理见，这个原来叫做五执，它产生邪见，理见都有邪见，啊，加这个贪嗔痴，哦，这个就是因为五执造成，有的是贪着这个世间的事相，这个嘛是五执。有的是要出世的中间，因为不明这个法义，原来是清净这个五执，所以这个那是无生破，那么要落实到这个解脱生死，这个无法度。但是要达到究竟的这个涅槃哦，就是一定要破掉五执安尼，因为善法恶法拢总是烦，拢总是妄病，所以这个善恶法呢，这个就是由五执来的，这个也是已经甲咱说明甲真清楚啊。但是讲一个确实咯，凡性的中间的分别，比如讲今仔为什么会做圣人，为什么会做凡夫，这个就是伫这个执我、啊个无我，而这个两种心境来得哩，就等于两种的境界。比如讲执我的人有执我的境，这个境界，啊这个无我的人有无我的境界，所以圣人咯是通达无我，一定要了解这点哈。所以呢，圣人以每一种的做法，处处拢总无碍嘛。所以伊无碍了，所以一切拢真自在安尼。但是凡夫执我，所以凡夫有二种，就是理种，诶，这个问题，这个是真严重。啊，加这个思种，思种就是贪嗔痴，理种就是未晓得这个事理，哦，就是未晓得这个理，伊家己的作为，这个就是凡夫执我。所以呢，伊的处处，伊每一项的做法拢成长安尼，这个凡夫是一个不幸的问题，就是由我执我来造成的哦。这点大家一定要彻底了解一下哦。但是今仔日那是要讲入到涅槃，这个应该是无半点的一个牵制哦。入到涅槃的这种心境，安怎样呢？涅槃就讲无我了后，证一切法的本来无生无灭。但是今天这个凡夫执我呢，就是自从这个世间的这个有为当作有生有灭嘛，所以伊会受到这个生灭中的一个牵制啦，所以今天这入了凡无牵制，啊个在无冲突，嘛无迫害，啊个无痛苦，所以入了凡了就是一切拢种永恒安乐自在清净，入了凡的人是安尼哦。但是今仔日这种的心境不是死后的问题，这个所在要特别跟咱做顶一下，不是讲死后了才叫做入涅槃，因为今仔日伫这个世间内底活得自在，活得无牵制，活得今仔日无痛苦，所以这个重要就是讲当世得到安乐自在，这个头前嘛已经讲过啊，就是今仔日你本身爱先清净啦。你若是无清净，你要达到的是真实的涅槃，这个是无法度。但是要达到清净自在安乐，这个一切哦，就是对对了，就是将这个空无我安尼得来。为什么将这个空无我安尼得来呢？这个我去说明一下，因为执我就无空。那么得到诸法本空的这个真理实证，就无就达到无我，安尼应该就知影，但是这个涅槃的见地，就是讲你涅槃的这个见解，啊，甲这个涅槃的领域啦，比如讲痛苦拢总是消散咯，但是痛苦的消散，就是讲包括身心两种，心的痛苦甲这个心的痛苦拢总消散，但是要达到消散，一定爱无分别安尼。因为有分别就有痛苦，不但是无分别，但是无分量，这个达到寂灭涅槃是安尼哦，所以内底唔好讲达到这个寂静甲平等，这句话是给讲安尼，这个就是啥呢？在这个涅槃的中间，这个大小乘拢总是安尼，大小乘啊，拢总是安尼讲，拢总小乘。这个就是以无我观来对人消除掉这个个人对立来说明的，因为无我就有这个问题啊。比如讲安尼，
有这个五执，哦，即马大家搁在注意，有这个五执，五常的执，有这个五常的五心，哦，那么有五常，有这个人相，这个在思想的中间，有这个受者相。啊，還有這個眾生相，有眾生相，就有眾多的心相，哦，眾生的這個眾多的心相，啊，就對個人的這種未來壽命的這種計較，啊，但是就有這個分別，我跟人的這種對立出來，這句話就是去說這樣。但是這個若是以金剛經裡面能去說，就是一定要破除到這個思想的這個問題。哦，这条一定要知影，所以真内底人呢，伫大小乘内底哦，一定要达到无我，将无我关起，去消除着个人对立的这个问题。安怎讲呢？因为这个法义上有安呢，有我就有我所，这句嘛是真重点啊。哦，我跟我所一个未接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我，这个我所。那是以世间法来甲讲哦，吼、哦，就是我所有啦，吼、哦，我所有来对立呢。譬如讲思想有我想到人想的对立，不过呢有人想的对立了，就是有分别一个啥货呢？这个世间思想来对一种未接，因为这个我所就是我所有的讲啥世间法来对立，个人的一种占有欲。哦，譬如讲我所我的关系啦，啊，甲我的某一项财物，哦，我的地位，那么这个就分别就有我，就有其他一些问题出来，这个叫做众多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点呢，一定要注意哈。所以一定要消毒，这个毒气的我的对立而说明，所以这个大乘的特色哦，哦，主要就是彼此一如的这个境界。安尼较随感而现咯、哦。今仔日如果你闹出一个我，啊加一个人，安尼你叫你啥呢？叫你用到这个大慈悲心显露未使，无可能显露。但是这个彼地成就大乘，这句话呢，就在佛法中直接讲的这个彼地相温。哦，你若是今仔日无落实，这个彼地。你就无可能成为大乘菩萨道。这个头前都讲过嘛，吼，头前有讲过。这个个二乘的圣人，伊家己解脱，但是大乘的圣人呢，因为伊达到到这个将来成就佛道，这个第三第一，伊家己除了断德以外，断德。以外了吼，因为这个断定呢，就是出定。你若无成就断定，你无可能出定。吼、哦，但是除了你有断定呢，你一定爱有地定。你有地定，可以讲呢，这个佛法内底就讲，你有智慧，才会当断一切迷思嘛。但是你若无智慧，袂当断一切迷思，因为你无智慧的突破，你可能沉默。那么你若是尽我会为着你个人来做善业，不做恶业。那么这个就是算你本身无智慧，就是无达到这个戒定慧的一种圆满，所以你又无这个断德，就是袂当清净你的妄病。但是当你有智德了后，哦，你唔是讲安尼，因为这个慧，智就是慧，慧根，哦，这个是慧根。但是有断德，有智德，那么你不但有智德来自我解脱，你一定要有彼德。好、哦，那么这个是自多，那是以这个二乘的圣人，伊是自多，伊嘛爱有断德，较有可能自多。不过这个大乘菩萨都有自多，搁在度他，达到将来福慧具足圆满。所以这个智慧
甲发挥具足圆满，哦，这个就是叫做彼此相温。彼此相温了，那是无达到彼此相温咯，哦，当然你袂当成为这个个发挥具足。因为这个地就是大众生的福，那么这个地就是成就个人，但是这个地不但可以成就个人，因为这个地有哪可以成就众生、哦、这个，所以今天这句话，这个结语里面这句话就说，你将来一旦跟彼此相温，清净到你的个人的这种空性里面，用简单一个名称讲成就如来藏，了后你成为一个叫做大乘涅槃。当你大乘涅槃成就了后，你搁再不住涅槃，那么你自然会当随感而用安尼。这个是较重点。但是即马搁再甲做说明者，因为这个涅槃吼，会记住咯，唔是说明的，唔是你家己想，因为涅槃被讲尽。那么涅槃未讲成呢，因为佛陀伊不得不啦，要引导众生，所以伊较方便说出来。所以涅槃唔是用讲的哈，会记住咯。但是唔是亲像你想的安尼。所以今日就有真侪人去讲哦，安怎叫做涅槃啦？安怎叫做空理哦？那么到底有对无对？伊本身并无了解。譬如讲，什么叫做见道？哦，见道未讲成。这、那个见道证无生法来的，那个伊的内心的一个喜悦来的，伊讲不出来。所以一旦甲有可能，比如讲像你爱搞啥特别的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见道的问题证无生法，这个我那未讲是，但是证无生当然未当代表着这个未来发挥古者这个圆满佛位啊。哦，这个是未当代表讲，因为阿个爱分证。所以这个大乘菩萨道里面，我们不是有跟人讲过啊，在这个十信位里面又在成就到这个三贤菩萨啊，三成就三贤菩萨之后呢，他进入到这个大乘菩萨道里，所以这个呢就是由你的努力，由断德信三宝了断德、哦、这样开始立起来，这个叫做分证。因为初地跟二地、哦地前菩萨的这个证，地前菩萨三贤，地前三贤位，哦，这个有那分证哦。佮再来呢，地上的菩萨十地，地上将这个初地。以及甲这个个十地，这个嘛是分证。那么这个分证安怎证？当然你爱依如来经教去努力。但是这个真在讲也未讲一安尼，因为这个欢喜地到这个法分地哈，这个在凡夫内底虽然会当依如来经教安尼来说明，但是究竟有那是无解圆满，因为这个实在落实的这个涅槃。阿要甲咱做说明，迄、那个不生不灭的心境吼，安怎样好，安怎样水准，这个绝对唔是用讲的。因为今仔讲的，这是以文字语言来底教如来经教安尼说明，这个讲是讲未准，吼、哦，这个在禅宗来底讲安尼，吼、哦，一定爱家己觉醒。所以今仔日是顺如来正法来底，你达到觉醒，那么这个觉醒要安怎样觉醒？哦，这个你家己一定要落实到这个文殊修，因为你若是无落实文殊修，你袂当成就戒定慧的这个法界慧出来。这个法界慧，他讲也是叫做空慧，就是自性如来，哦，自性如来，而这个实体上显露法量光大这个问题啊，哦，所以这个呢，必定需要从实践中安尼来。那么实践安怎样实践？你今仔不是讲乌白修乌白做？这个叫做实践呢，
你今日你如何？你本身有偌多的这个心境，你已经过偌多的修持。虽然有的人是今日在佛法中一直在成长，但是那是讲无落实如来正法。比如讲，今日佛陀内底有甲咱讲到一个原始的佛教嘛？原始的佛教内底甲咱教什么？你今日是哪个推演讲未出，无去了解啊？你盲目的修法，这个和实践就无相关啊。所以原始的佛教，譬如讲你今日要自度，嘛就一定爱依根据四圣体，吼、哦。啊，落去落实八正道啊，这是必然的代志嘛。因为这个八正道来是，就是牵连到加这个啥，这个戒定慧啊。你今仔日若是无落实，就是讲等于无实践。哦，你今仔知影这个八正道，但是你无落实、无实践的话，你要达到这边都无可能。哦，但是伫这个法义上，你要顺这个因缘咯，你一定要先了解。今仔众生的这个苦甲执是对对来，但是苦甲执对对来，就是由十二缘起法去甲推演出来，就是因为无明，较来对了，较有这个生死的一种问题嘛。哦，安尼来，你一定要先了解，所以无明，较来有各种的一种行为动作，较有生甲不断的怒数，这个就是等于头前讲过，而这个个啥会呢？就是这个有关的这个个。苦减执安，那么你若是落实要脱苦离执的话，你一定要内行八正道，吼、哦，较会当达到这个执的解脱，吼、哦。那么来哦，这个是观世佛陀内底一个根本教义。不过今仔日当然佛陀无爱干啊，咱成为一个叫做骄牙败正啊，所以你一定要内行大乘菩萨道。但是大乘菩萨道你要内行，就是讲你自修的方面，你一定要有一个一清二楚，啊，你甚至你本身爱落实修行。但是一个大乘菩萨道内底呢，你要会当解落实的，那么你当然爱依如来经教来内行，这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内底呢，一个包括四摄诸，啊，甲四无量心。啊，绝对一定要破除到这个五执五见，吼、哦！因为你有五执加五见，你无论你做什么善业啦，会记住咯，你有哪对到生死安尼？吼、哦，就是你安怎样恭敬，安怎样说好，安怎样开发挥，安怎样努力，你有哪是含这个大乘菩萨都不相应的中间啦？你有哪一定搁在重新轮回，和你充其量。在这个叫天上之意安尼尔，哦，但是咱有甲咱讲，因为这个佛内底相对法啦，在天上将来搁再对了，所以今仔日即句讲，将实践中来去突破。那么将实践中去突破，你袂使用五执，即句话讲透过无我而即轻微得来，就是一定要破除五执，吼、哦。那么破除五执，你爱来发现诸法本空、五空法空的这个问题啊。那无的话，你有五道一个点，所以谈到去讲《金刚经》讲，那五常、人常、众生相的这种执着，都不是菩萨了嘛。这个和菩萨都无相关，所以在这个法义上，搁再加注意得到，一定要透过无我。安尼较会当得到清慧，而且空理的大觉净安尼。那么你将来较会当落实自我的解脱，啊，你要甲引导众生解脱，较会当真实安尼。哦，安尼较是真真正正，这个地地相闻的一种大乘菩萨道，将来发挥具足圆满的这个佛道安尼。所以今日就按到这结束的这个学佛三要，哦，的这个经过。而且内容来得灵，所以希望诸位一定破除五执，较实行在这个大乘菩萨道安尼。好，弥勒尊佛。